然后这是给客户带了一块电源，然后客户把事儿把输入端接好，然后输出端呢，因为咱只是给客户接好线，所以说它有这个显示，我给标了一下，二十四伏是你插到这个位置，哦，插到这个位置，啊对，来点插。12伏，这是上面标着。有12伏，12伏是插到这个。好，现在的话，对，这个放好了啊。现在就可以让客户插上电源线，然后呢，再开机测试一下，看看什么状态。